今年是銀禧啦，打二十五年啦，所以咧個好重要嘅日子，所以咧有個盛大嘅呢個嘅演出，就係星光匯聚做銀禧，就喺今個星期嘅星期六、星期日，九月一號2號咧，係假座你自民山嘅中心咧係舉行噶。咁今日咧就會俾傳媒朋友咧係知道咧今次嘅演出嘅目的啦，同埋豐富嘅內容。